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尖峰时刻，守住系统风险底线。守住系统风险底线不是我说的啊，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部门的核心工作、核心任务啊。那么为什么要把守住系统风险底线作为他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呢？因为尖峰时刻已经到了啊，尖峰时刻已经到了。那么我今天主要的新闻构成是两个部门，一个是人民银行，一个是财政部啊。目前在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当中，这两个部门是核心的部门啊。那我先讲人民银行。人民银行8月6号公布了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啊，那么这个报告呢，这个报告今年公布的这个报告非常不同寻常啊，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它比较短。那么我也不想把整个报告跟大家讲啊，那么大体上我去把重要的内容跟大家提要式的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么人民银行的这个货币政策的执行报告，当然它主要是要向大家报告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今年上半年啊，就第二季度啊，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它再宣布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构想是个怎样的啊。那么货币政策不是一个能够制定既定，它会有一个方向啊，但是它不会告诉你，因为货币政策其实在每天都在变，不同的变动，市场有不同的需求，它会不断的调整，但是它会有一个货币政策大体的方向会有啊。那我们现在先讲讲这个主要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我就没兴趣。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主要是给自己表功啊，表功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就主要是讲未来的货币政策的方向啊，它总共有几点。第一个，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啊，这个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啊。第二个就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啊，这基本上过去半年这个货币政策的表述基本上都是这样，叫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灵活适度为什么要更加，我就不理解啊。这中文没有更加灵活适度，灵活就是灵活，适度就是适度，不存在更加的问题。那他要强调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要放水，我会放的很多，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就是处理好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防风险、控通胀，也就是说的关系啊，也就是说他这个表述的意思是，目前的货币政策有几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稳增长，第二个任务是保就业，第三个是调结构，第四个防风险，第五个控通胀啊，控通胀排到了第五啊。通常来说，一个中央银行它货币政策要么是一个，要么是两个，一个通常是控制通货膨胀，两个就是控制通货膨胀，然后保持经济增长。那它现在有五个，1、2、3、4、5，有五个，那五个里面增加了一个保就业、调结构、防风险。那么保就业其实是跟稳增长是有关联的啊，就是说你只有经济有增长，你才能够保住就业，你经济没有增长甚至下跌，就业就保不住。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职务啊，职位。所以它实际上这是一个调结构。调结构是中央银行的工作吗？当然不是啊。调结构不是央行的工作啊。调结构是什么？调结构是经济自己的工作啊。防风险是央行的工作啊。那么大体上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啊。
这是一个矛盾，在所有的经济体当中，增长啊，快速增长意味着什么？风险也快速增长啊。那么你增长比较低，风险也比较低。你只要你增长的幅度比较大，你的风险也就会比较大。这是一件事情的伴生性的状况。他这个表述合理，就是说增长和风险均衡。啊，你可以达到一定的均衡，但是你说我高增长又没有高风险，那是不可能，一定会是高增长，一定会有高风险啊。那么第三，增强针对性，增强针对性和时效性啊，这个是，我记得这是李克强提出来的啊，就所以这个人民银行也要照顾一下李克强的这个要求啊。第四个就是。加快形成啊，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看见没有？内循环就来了啊，内循环就来了。然后具体呢？具体是怎么说呢？具体是一，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第二，积极发挥再贷款、再贴息的这个作用啊；第三。发挥货币信贷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第四，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五，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七啊，七最重要的了啊，就是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然后。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就是中央银行最重要的任务啊！支持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定性。那么，这就基本上，中央银行有没有办法？提高这个金融机构的防范风险的能力啊，有的啊，他把金融机构的这个运营标准提高啊，那么增强他的资本的要求，可以防范一定程度防范，但是，中央银行是控制不了金融风险啊，金融风险是无法防范啊。那么这里面就，这里面还披露了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就是包商银行现在就是准备提起这个破产申请，就是要让包商银行破产了啊，破产。那么，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面还说啊，高风险的中小金融机构处置。顺利实施啊，化解一些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多年隐藏的风险，最大程度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那么，锦州银行、恒丰银行的改革重组顺利实施啊，讲了一堆这个事情啊，我们评价一下啊，评价一下。第一，货币政策下半年继续宽松啊。那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啊，人民银行呢上半年毫无疑问是大水漫灌啊，使劲放水啊，基本上人民银行上半年的所谓的这个灵活灵这个叫什么叫这个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如果需要继续放水，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评价第一个，货币政策下半年继续宽松啊，这是第一条。通常来说，当你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时候，汇率会往下走啊，会有，为什么汇率往下走？你市场供应量大了，那价格就会下跌啊。但是呢，人民币的情况有点特殊啊，特殊在哪里？人民银行现在对人民币的汇率的操控。已经到了，就是反向操作啊，叫逆周期操作。逆周期操作是什么意思？逆周期操作就是，当大家预期它要贬值的时候，它就拉给你看，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操作。所以，
人民币的维稳工程保证了人民币下跌空间不大，就是所谓的逆周期操作啊，这是第二个。但是维持货币宽松，同时维持汇率居高不下，这是一个结构啊，这个结构也持久不了。为什么？如果维持一个这样的结构，后果是什么？后果还是那句话，它会掏空中国经济，所以这件事情只会在短期之内发生，它长期实施的可能性很小。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国的金融风险首先来自哪里？首要来自中小银行。啊，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小银行是中国金融风险的排名第一的风险来源。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来自于哪几个领域？来自于几个领域？第一，经济下行，啊，经济下行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头号杀手。为什么这么讲？当经济往上走的时候，信贷政策就跟着经济往上走而调整，调整到了一定的程度，当经济开始往下的时候，金融风险就来了。这跟大家的意志完全没有关系，你不想让它发生，它也会发生，这是经济规律啊，这是第一个。所以经济下行是金融风险的头号杀手，第二号杀手是什么？高杠杆啊，目前中国经济的整体杠杆非常的高啊，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部门，还是私人部门，就是居民部门，这三个主要的部门的杠杆都非常高，都是历史最高水平。那么整个国家的杠杆水平都是历史最高水平。我们可以这么讲，中国经济过去20年的高增长是从哪里来的？是借来的，就是借钱搞来的啊。所以借来的高增长，借到头，当你的债务高，杠杆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法为继的水平的时候，经济就开始往下掉。所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一点都不是什么奇迹，是借来的，偷偷摸摸借了这么多钱啊，这是第二个。所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第一，经济下行；第二，高杠杆；第三个，高杠杆，然后就是货币的持续的宽松，导致一定会导致另外一个后果，什么后果？资产价格高企，所以你可以看到经济下行，然后是高杠杆，然后是资产价格又很高，这就是三个要素，就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三要素。这三要素同时具备的时候，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就在路上，就在路上啊！所以，我不想取一个很耸人听闻的题目。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正在路上，因为这三件事情同时在发生。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大家有没有看到刚才我念的最后一段啊？内循环已经成为经济政策或者是企业决策的一个基本语境或者是一个背景。当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把内循环作为一个决策背景的时候，那么内循环这件事情，它产生的影响，比它实际发生的后果更严重，理解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内循环，所有人都知道，其实所有跟经济有关的人都会知道，当它以经济运行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体的收缩，需求的收缩。当你需求一开始收缩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开始收缩，你要开始收缩供应，否则的话，你不收缩供应的话，你会产生巨大的库存，你产生巨大的库存，你就破产。一个企业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当他预期经济开始进行内循环的时候，他马上知道需求会减少，需求减少怎么样？我开始减少供应。我减少供应会产生什么？我的需求会减少。你比方，我买原材料要减少，我请的工人要减少，我的整个产能要收缩。
当所有人都开始预期你在收缩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你的收缩真的就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就说我们说内循环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啊，但是当它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开始预期这件事情的时候，它产生的冲击就已经发生了，所以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你可以看，所有的现在所有的语境都在发生转变，发生什么转变？内循环为主体，这个国际循环、国内循环双向下是叫什么鬼？这个完整的表述是这样的哈，完整的表述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一个这样的语境，但是这个语境的核心是什么？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啊，这是这件事情的影响比想象来得快，而且影响会非常大，啊，这是人民银行这一块啊，讲财政部啊，财政部8月5号接受新华社的采访，他这么说，他说1万亿人民币抗疫特别国债，7月底全部发行完毕，1万亿啊。那么7月初扣除省政府留用的部分之后，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已经下达到市县基层，啊，钱已经下去了啊，7月初已经钱已经下去，截止7月29号，已经有5105亿落实到了24199个项目，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抗疫相关支出大家抹掉啊，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也主要是把原来停工的重点项目全部恢复起来，这是一块。然后刘昆说，财政部还构建起了一个覆盖资金分配、拨付、使用和监管全过程的制度体系，实现了全链条全过程的监控。怕什么？怕省政府截流，怕地方政府截流，把这个钱用的他们自己想用的地方。那么这是第一块叫这个抗疫国债，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第二，今年财政赤字增加1万亿啊，截止7月29号，直达管理的1万7千亿资金中。省级部门已经细化下达了1万5千亿，然后地方财政就县级财政细化落实了12900亿啊，然后他就强调，他又开始说啊，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解决短期问题，绝不放松风险管控啊，这是。然后他说，总的看，地方财政运行是正常的、稳定。他表示啊，这个各级地方政府要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真正过紧日子，每一分钱要花到刀刃上、紧要处。他说啊，财政部把兜住这个基层啊，兜住基层、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行的三保底线作为今年财政工作的硬任务，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很显然，地方财政运行正常的啊，这个刘昆讲的很没底气。他怎么说？他说总的看啊，总的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体上啊，这个地方财政运行大体上正常，大体上正常，你大概翻过来再解读就是。有一部分地方财政是不正常、不稳定，啊，这个地方财政的不正常、不稳定讲的是什么？主要讲的是市县财政，这不市县财政现在情况非常差，基本上长江以北的地区，一个月，就是说。县市啊，拖欠一个公务员一个月的工资，那算是好的财政状况。很多市县拖欠公务员的工资已经超过2个月的时间，
很多，很普遍。拖欠一个月的工资，那基本上是算好的财政状况。长江以北地区啊，然后就是西部地区，长江以北地区啊，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大概评价一下啊，评价一下地方财政。目前刘昆的话已经非常明白地告诉大家，地方财政现在的情况是举债度日啊，举债度日。地方财政是靠债务来维持它的正常的运转，它不是用债务去解决它突发的问题，已经不是的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是举债度日，这第一条。第二条，地方财政已经失去了增长动力。地方财政和经济的状况互为因果。什么叫互为因果？中国是一个全能性的政府，中国天天吹嘘它的这个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优越性在经济层面表现为什么？它有一个全能性的政府。什么叫全能性的政府？就是这个政府掌握了主要的市场资源，市场资源80%以上是握在政府手里，所以它是个全能性，它把整个市场的运作都控制住。啊，这是一头啊，它是一个全能性的政府。那么，全能性的政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经济很大一部分的动力来自于政府的支出，就是说社会整个社会的需求有一大块来自政府的支出。那么，它因为政府支出直接决定了经济的情况、经济运行的状况，才把它称之为全能性的政府。全能性政府并不是说它能力很强，不是这个意思。是它决定了经济的运行的状况，所以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经济运行的状况互为因果。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自于经济运行，但是政府又影响经济运行的情况，所以它互为因果。当它的财政失去了增长动力的时候，那么这个经济复苏也就无以为继。因为你指着它增加支出，带动经济运行，可是它没钱了，那你经济复苏就不靠谱了，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才会有多增加2万亿给这个市县财政，让他们开始正常的运行起来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第三条，第四条，财政困难对地方政府的运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政府职能无法实现，啊，政府职能无法实现。那么有60%到80%的政府职能已经处于失能状态。失能就是失去的失，能力的能，就地方政府60%到80%已经失能了。就是他，比如说一个政府有10项职能，他可能只能完成两三项。或者是2、3、4项这样的职能，其他的职能已经实现不了，啊，已经实现不了。这证明什么？证明两条：第一条，全能性的政府已经完全失败了，就是目前中国政府的运行情况已经证明了第一点，就是全能性政府的这种制度已经完全失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社会主义优越性完全子虚乌有，那是骗人的。就这两条，现在的中国经济的情况证明了这两条。那么最后一句话叫：目前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敛财方法啊，这些敛财方法都是竭泽而渔，对经济运行雪上加霜。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那么讲到财政呢，我们也再讲两个细节性的问题啊，来反映这种情况。第一，财政部发了一个文件，什么文件？这个名字叫《关于国有金融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实施细节的通知》。
那么这个国有金融企业啊，国有金融企业包括什么呢？包括银行，包括基金，包括主权基金，包括包括这个各种金融机构啊。目前中国的金融机构80%都是国有的，80%都是国有的啊。那么如果说国有一讲到国有金融企业，那基本上把讲整个的金融行业都涉及的了啊。那么它涉及到主权基金、政策性的金融机构、大型的国有企业、小型的国有企业等等啊。它要求企业的薪资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这些措施一实施呢，就等于呢，金融机构呢，国有金融机构。变相的在减薪，就是降工资，减幅达到多少？平均达到30%啊。那么这个文件，金融机构啊，金融企业公司要考虑绩效啊、业绩、考核目标完成的情况、劳动生产率、人工成本投入产出率等各种因素啊。那么稀里哗啦加在一起，最后大家都实现不了。实现不了就大幅降低工资，大幅降低工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国有的金融机构啊，减薪要达到30%啊，这是一个。那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中投啊、国开行、工商银行、中信啊，都已经收到减薪的通知的了啊。那么整个的金融行业。减薪，今年以来减薪的达到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20%，平均整个行业减薪20%，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件事情啊，就是金融行业要减薪了啊，金融行业减薪30%啊。然后另外一个新闻是什么？另外一个新闻就是中信集团，中信集团基本上是中国央企里面最顶尖的啊，中信集团啊。什么招商局啊，这都属于中国央企里面最顶级的、最头部的这个央企。7月15号，7月中发了一个通知啊，发了一个通知，全集团开展一个什么呢？就是我读一下，这个通知是关于开展中信集团2020年开源节流、降本增效专项工作的通知。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开源增效50亿，节流降本100亿，然后就是，要求各个子公司压缩管理费用，原则上管理费总成本不含人工成本啊，折旧和摊销，同比下降10%以上啊，特别压缩会议费、差旅费、出国费、业务招待费、办公费、业务宣传费、车辆费、租赁费。营销费等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提出合理的压缩目标啊，要求各个子公司推进存量资产处置攻坚战，要把存量资产处理啊。那么，金融行业啊，大家知道金融行业，然后央企基本上是中国顶级的企业啊，那么他们的运营和他们的待遇基本上是中国企业里面最好的。比外资企业都要好，比外资企业都要好，就是活叫什么？叫活少，这然后这个钱多活少，然后这个然后中间还有很多各种灰色收入啊。那么这些企业如果出现什么？如果这些企业出现减薪和节流的情况，说明什么？说明整个经济已经在底部了啊，在底部了，而且这件事情。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这个特殊情况在哪里？大家有没有留意啊？今年上半年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就是央企也好，这个金融机构也好，等等，没有发生大规模发生这种减薪啊、开源节流这种事情。这件事情发生在7月，为什么发生在7月？这个时间点说明什么？说明几点？第一个。这个经营状况已经确定，知道没得改，没得改变了，就是今年差不多就这样了。那你要调，赶紧现在就要调，不调的话
就不行的了。这是第一个，就是情况已经确认，上半年的情况跑到7月份，大概知道是什么样状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可以肯定的是什么？也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情况比上半年还要差，这是第二个啊，也就是说现在的经济形势比上半年还要差。你要是上半年有多差？上半年你想一下，又是疫情，又是出口，这两大打击非常的大。然后你现在的情况比上半年还要差，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扛到现在已经扛不住了。扛不住了，才会出现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情况。所以，经济形势已经到了尖峰时刻，系统性的风险就是刚才财政部也说，刚才人民银行也说，系统性，它就整这两个部门都在讲控制系统性的风险，控制系统性，也就是说系统性的风险正在路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我现在你看，我现在讲这个经济形势，我现在都已经避免使用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因为已经没有价值，已经没有参考价值。我们只能通过这些现象来分析判断整个的情况啊，大体上是这样，好吧？我们今天就用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方式来把经济形势跟大家把这个总结一下啊。那么我现在再总结一遍，第一个，货币政策下半年还是大水漫灌，那么人民币下跌的空间也不太大啊。那么，但是总的来说，金融风险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啊。那么这个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有几个要素构成：经济下行、高杠杆、高资产价格。这三个事情同时在发生的话，那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就是在路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靠举债度日啊。那么财政，政府部门失能的情况已经非常的普遍啊，对经济的复苏构成巨大的压力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经济整体的经济情况已经在底部的了啊，已经改善已经希望不大。好，大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三个情况、问题、观点啊，那么主要是为了提高沟通效率。我希望大家尽量的参与我们的直播，因为参与我们的直播能够把你的观点讲出来，那么我们希望大家贡献自己的观点。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发现了非常多的真知灼见啊，这是个很有价值的部分。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我希望我现在的语速能够提快一点，这样的可能能够有更高的沟通效率啊。明谢一下。Good point, 谢谢王先生，请喝杯咖啡提提神。OK，John Snow，谢谢。Sophie 萌，谢谢。姥姥王，谢谢。代表在线的 Vicky 曹，他在太平洋的彼岸，就是印证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和全体网友共享友谊。是的。好，我们进入互动提问。中国 GDP 总额在计算时有造假的可能吗？有，而且不是有没有可能，是肯定是在造假，啊，肯定是在造假。提问：美国的数字脱钩行动对我这种身在墙内，正在使用美国本地银行和债券投资美股的老百姓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到时候无法连接到券商进行股票交易，会不会无法使用美国银行的网银？如果到时候无法连接券商和银行，那只能把这些美股当时间胶囊。如果有幸20年以后能出去，再打开看看有没有惊喜，有劳王先生解惑。数字脱钩并不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误解啊，数字脱钩是。美国不让中国的 APP 跑到
跑到这个美国来，也不让这个美国的 APP 跑到中国去啊，这是数字脱钩啊。那么保证它的电讯供应商不是中国的电讯供应商啊，等等啊，这并不是美国对中国封网啊，没有这回事啊，不存在封。我们昨天看到蓬佩奥讲的这些事情，都不是不让中国的网民跑到美国去，没有这回事。不让中国跑到美国去的是中国政府建的那个墙，美国政府并没有修一堵墙，不让中国的网民去美国，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个问题，没有不存在，这是一个误读，好吧？这个我讲清楚了没有？五个措施，干净的这个电讯网络服务，干净的这个海底电缆。干净的云服务，这是三条啊。云服务就是不能够让中国的云服务商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干净的下载商店，就是不让中国的这个 APP 到美国的下载商店，干净的这个 APP 就不让美国的 APP 跑到中国的下载商店去。你看到有没有封网了？没有啊。中国的网民没有拒绝中国网民到美国来，所以这个问题不存在啊。大家，我昨天就有网友出现这样的误读，那么今天还有，请大家理解，不是这回事啊。没有，美国没有一个政策是要封住美国的互联网，不让中国网民来的这个政策啊。提问，想问一下王老师，比较特殊的情况，如果通胀指数 CPI 和房价不断的升高。银行贷坏账激增，地方财政压力显著，同时股市、汇市处于双杀局面。而此时，全能的政府和央行还有什么应对措施？是否存在一场无法避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你叫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呢？金融风险就是没有发生的危机叫风险，那么风险随时都在。所有的金融行业的要做的事情就是风险，金融和风险就是一个伴生的现象，所以风险一定是在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任何金融都回避，避免不了金融风险，所以你说无法回避的金融风险，跟没说一样，因为所有的风险，所有的金融行业都是回避不了金融风险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把这些条件同时放在一起，让我回答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我基本上不想回答，因为你不知道每件事情它的程度，它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你说的问题，其实你想再问什么？你最好是用一句话把你的问题表述清楚，会比较好，好吗？情况：今天和身边的中国留学生聊了一会儿，对方沉浸在三个好消息里：第一，北斗导航让世界感受到中国速度；二，今年二季度华为 5G 手机销量全世界第一；第三，今年第二季度中国 GDP 继续领跑全球。我问他今年水灾什么情况，他回答说没听说过，只知道有些城市内涝。呵呵，挺好，让他继续。怎么说呢？这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他肉体生活在这个其他国家，但是他整个精神世界仍然在国内被洗着啊，被洗着脑的一个这样的现象啊。这个我建议呢，我们以后就不要说这种情况了，因为这种情况，第一普遍，第二不意外，第三，怎么说呢？除了让我们大家心痛一下以外，没有其他的效果。我不建议我们讨论这种议题。我觉得有两点啊，在看待这件事情上，第一个，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改变？大概其他人改变不了。就说在这件事情当中，除非你自己有这样的需求，否则其他人是改变不了。这是第一条啊，第二条。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提供更多的消息来源，
被洗脑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被洗脑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控制信息源。那么一个留学生他跑到国外来，他对其他的信息源完全没兴趣，说明什么？说明他真的已经处于一个没有需求的状态，这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好吗？情况国内的爷爷奶奶想给孙女寄点学费，表扬她考入重点初中，结果跑遍上海各大银行，包括西联汇款，都无法汇出5000美元，这就是真实的情况。我们都还好，但是想想那些还没有经济独立的中国留学生该怎么办？难道让他们去走地下钱庄这种非法途径吗？中国真的缺外汇缺到了这个程度吗？第一，中国不缺外汇啊，不缺外汇是什么意思？中国的银行是有外汇的，它只是不卖给你。为什么不卖给你？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人民银行的一个汇率操控系统工程。它操控系统工程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商业银行，所有的商业银行对外受贿，就是换美金，对你来说就是换外汇，对他来说就是出售外汇。他控制每个门店，就是控制每个分行出售外汇的数量。那么他比如说一开，今天我只能卖你每个分行，每我举例哈，不一定是真的，一天只能卖3000美金，那3000美金卖完就没了的。所以其他的人，当他3000美金换完了，你再去跟他换，他说没有了，那也没办法。所以这就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就并不是说他银行真的没外汇，是他不卖给你。为什么？当他对外受贿越来越少的时候，那么在外汇市场，美元的需求就会减少。美元需求减少的时候，他就可以控制人民币的汇率了。这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你有没有别的办法？你没有别的办法。你要么呢就不会了，要么呢你就地下钱庄，没有别的办法啊。观点：中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困难，赚美元的渠道越来越少，美元流失的速度不断的加快，非常正确。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中国的外汇来自哪里？来自出口。但是其实中国真正的美元的来源来自哪里？来自香港。那么如果香港这个金融中心正在慢慢的失能的话，意味着美元，中国的美元获取的能力会继续下降啊，这是非常正确的观点。情况：去年10月，以前用工商银行的代记卡，在美国的富国银行自动取款机可以一次最多取1000美金，一天只限一次，10月以后就无法取款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是那句话，他控制所有啊，兑换外汇的渠道。情况：银联卡在国外可以取外汇，只需要手续费，小刘靠此维持生活不成问题。至少美国大部分地方可以用银联卡，银联卡境外取现一人一年10万人民币的限额。小心这个渠道可能会慢慢的限制啊。情况：我最近在用银联卡在美国狂消费，以此用掉国内人民币，这还是我小刘教我的，目前已经刷了几十万人民币，完全没问题。要用赶紧用，否则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问题啊，这个渠道可能会有问题。提问：在发现系统性风险之前先锁国的话，可以减轻压力吗？我不回答这样的问题，这种假设性的问题。这是有点像什么，有点把经济现象当成是过家家搭积木，经济现象没那么简单的，因为一个经济现象它有很多的因素构成，我们不能说 A 就是 B,B 就是 C, 如果这么简单还有经济学家干什么对吗？是不是？情况：周六饭局，兴业银行做东，邀请个体工商户出席，介绍贷款政策，明确说完成任务，坐标安徽。情况：问了国内父母亲戚和朋友，
都说国内经济很好，工资没减，退休金没减，一切正常，坐标上海，行业是医院、银行、航运公司、国企。再看看王老师的分析，我觉得很精分，到底哪个是真的？他们是太要面子，还是不说实话？这里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很好啊，和他已经受到影响，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不同的你在的位置，你感受到的经济的状况的感受度是不一样的啊。这里面有人觉得 OK 啊，有人觉得不 OK 啊。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对经济形势做整体判断，我们需要一个整体的情况啊。我们现在没有整体情况，我们只能拿典型情况来推测。那么你国内的朋友，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啊，就都说经济情况很好，那我就恭喜你了啊，恭喜你有这么好的朋友，有这么好的亲戚啊，包括你父母啊，都是非常好。那在大家经济形势都不好的情况下，你的亲戚朋友一枝独秀，那他就赚了啊，这就赚了啊，是这样。情况：深圳城中村的房租在下降，空房很多。空的商铺也非常多啊，好，这是我喜爱的部分了。近期大陆官媒宣传提示啊，关于逐步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宣传报道中要注意把握下几个方面，哎，这是重点啊。第一，讲清楚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要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动，更好的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就是习近平讲的那个话。其实啊，二，讲清楚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驱动为主，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也顺应了国际期待。三，讲清楚进一步扩大开放，通过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循环，通过中国经济复苏。促进国际经济复苏，不能简单的把国内大循环解读为经济内部循环，也不要简称为内循环。第四，要完整表述啊，完整表述，不能割裂开，单独强调一面。最近大陆官媒提示的保密程度加强了，所有传达只允许电话口头通知，手抄记录。不准拍照，不准复印，不准进入网络。啊，这个大家理解吗？官媒去宣传这个报道，这个他跑不掉，所以他要求大家准确的把握。准确的把握是什么意思？在宣传领域，准确的把握就是你不能说真话。啊，我在这里把这个还把这个。这个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这个词儿，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这是屁话，没有意义。其实讲到底就是内循环，本质就是内循环。内循环为什么会有内循环这一说？就因为外部循环出现了问题。外部循环为什么出现问题？那主要都因为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中美之间贸易战带动了什么？带动了产业链的外移，产业链的外移造成什么？造成中国的对外经贸往来的这个阻隔，对外经贸往来的阻隔，也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外部需求，也就出口出不去了，出口出不去了，那只能是内循环，这是被迫的，不是主动的啊。那么这个被迫的结果是什么？促不促进得了外部需求，促进不了外部需求。你国内信息再好，你怎么可以促进外部需求？促进不了啊！你只能说我国内需求很大，带动了进口的发展，出口还是出不去。进口跟你没有关系，对你经济增长没有帮助。真正的对经济增长有帮助是什么？是出口。那么你出口打定输数，我不指望了，我就内循环呗。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内循环意味着什么？需求的萎缩。我原来你我举过例子啊，钢铁厂，
中国的钢铁厂或者举那个服装厂，中国生产了全世界生产需要的80%的衣服服装啊。那你现在出不去了，出不去了，你中国只有是中全世界有55亿人，你生产了55亿人的80%的衣服，你现在出不去了，出不去怎么办？你产能有这么大，你现在变成55亿变成14亿，14亿的衣服的话，那你差多少？我不多吧，去掉40%、60%不意外吧？也就是说，我原来的产能是100，我现在呢只剩下了需求只剩下40，也就是说有60%的服装厂要倒闭。所谓的内循环意味着什么？直接的后果就是企业倒闭，因为需求减少，一下缩小了。所以所谓的全面的表述就是你要编瞎话，就是他后面的这些编故事都是骗人的。真正的核心，内循环的核心就是经济的萎缩。啊，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任何正面的效果啊。情况昨天那位网友说的非常对，据我了解，类似联通这样的大公司，一些部门30个人里干活的不足5个人，剩下的全部都是吃空饷的关系户，还有一些是每天来点卯，点完就走了，所以他们这些没关系的普通员工，每天生不如死的拼命工作着。情况，我们这里西安市很多街道在拆迁，家里旁边十几年的市场和商业街，7月底突然说违章建筑要拆除，上百家商户要几天内突然搬迁到找不到地方的地带，城建集团建筑工人、钢筋水泥厂倒是有了工作，小商贩丢了饭碗，这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的内循环吗？这就是利益嘛，这块地卖了嘛，啊，讲到底就这块地卖了啊。观点之所以王老师说的洗脑的条件之一就是封闭环境和隔离信息已经不是唯一了。之所以这些到海外的人油盐不进，是因为被洗坏的大脑可能已经不可逆了，现在已经是自我洗脑、自娱自乐的阶段。然后他们还会给自己的朋友和下一代洗脑，这才是最可怕的现实，非常正确。他已经是属于这个自洗啊，已经从由被洗变成自洗，他不仅仅自己洗，还帮别人洗，他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阶段啊。提问维稳费用情况8月4日从日本回国，现在在上海隔离。酒店条件很差，发霉，收费也比平时要贵。本来想跟家人吐槽，但是当警察的姑父提醒我不要乱说话，房间里可能有监听器。现在网络上关于隔离酒店脏乱差的帖子基本被删得一干二净，隔离条件也标明禁止在网上讨论或者发布有关隔离点问题的言论。作为留学生，真的对这个国家很失望。买了高昂的机票，花着冤枉钱住最破的酒店。我爱我的国家，但是统治我的国家的人不爱我。你还是早点明白的好。情况今天在大屏幕里看到关于保守国家秘密和当兵光荣的信息，就像新时代的电子大字报。提问维稳费用的快速提高以及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当双重风险叠加之后，是否会威胁中共的统治地位？风险叠加也威胁不了中共的统治地位。为什么？你怎么威胁呢？经济原来是这样，他统治；经济是这样，他还统治啊。这两件事情跟中共的统治地位没有关联，没有关联。统治地位有什么会受什么影响？受政治的影响。政治才会影响他的统治地位。你刚才说这两个事情没影响不了他的统治地位。情况，我补充刚才我的内容：中国银行不办理购汇并汇出，理由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关闭此业务。OK。情况，我是一名的士司机，今天载了一个11岁的小孩，他问我：“叔叔，你觉得日本怎么样？”我给他说了国外民主社会与自由与国内的专制。
对比，11岁的孩子都顿悟，说我要也要自己人民选出自己的总统。学校都是在洗脑，现在的下一代小孩子想法都很独立了，CCP 迟早玩完。对，要把希望放在下一代身上啊。提问：王老师，有人劝我买房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请问这样做是否合理？买房应对通货膨胀，请问背后的逻辑是什么？OK，通货膨胀是什么？通货膨胀就是物价上涨啊，物价上涨也就意味着你手上的资金购买力的下降。OK，这是通货膨胀的本质。通货膨胀的本质就是我手上的钱的购买力下降。那对抗通货膨胀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我手上不握钱，握什么？握资产。因为你以前最早的时候没有投资品的时候，大家就把手上的钱换成东西，买成东西放，囤在家里。这样的话涨价了不影响我，我反正已经买了啊。因为大家那个时候钱也不多啊，所以80年代的时候，对抗通货膨胀就是抢购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大家手上的钱，你不可能买一屋子的卫生纸，买一屋子的米面，那不可能。那怎么办？那么现代的工具是有资产，你去买资产，资产有可能是房产，有可能是黄金白银，有可能是股票，就是总之呢。因为大家知道，通货膨胀的原理就是由于货币供应过多，导致这个资产的价，就是商品价格上升啊。那么商品价格上升，其中包括资产，资产价格也会上升。那比如说房价，房价就会上升，因为你这个货币供应多了，那么所有的价格都在上升啊，这是个对应关系啊。那么房价就会上涨，房价上涨，我买了房价，你上通货膨胀发生的时候，我正好持有资产，那资产就抵消了你通货膨胀，甚至我可能会涨得更多，这就是一个所谓的资产，用资产来对抗通货膨胀的一个原理，我讲的是原理。那么但是呢，资产价格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我们刚才讲货币供应是个影响。那么市场供求是个影响，那么可能货币通货膨胀很大，那然后呢，但是供应比那个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大的时候，可能房价还跌了啊，所以，房价它不受单一的因素的影响，它有很多影响啊，比如说政府的政策，政府希望房价跌啊，那么它采取很多办法。比如说控制大家买房的人数啊，然后这个等等，他有很多行政手段去让市场供求失衡，但可能房价会跌，那也有可能这个供求失衡，需求更大，突然一下子这个人多了啊，就比如说前些年叫城镇化，城镇化就让很多的农民跑到城市里面去，城市人口多了。那买房的人自然就多了，那的需求大，房价就涨，有很多的因素影响房价，它不是单一的通胀的因素。所以呢，买房是不是能对抗通货膨胀，你要看结果，而不仅仅是刚才我讲的经济学原理。那有，比如说它有6个因素，其中有一个是通货膨胀的因素，那么还有5个其他的因素，那你不能确定5个因素和通货膨胀是以同一个方向。如果它是反着的呢，那房价可能会跌。所以，我们讲投资啊，我们讲买资产是一个方法，对抗通货膨胀的一个方法。但是，你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还取决于很多其他的因素，所以不能够只看一样。OK，可以吗？啊。观点：一直以来，中国人其实没什么投资渠道，合法的投资市场，中国中小投资人的命运就是被割韭菜。存款多，因为感觉不安全，货币没有投资增值的机会和流通性。看好了，政府会让这些存款据挪为己有，发国债是一个手段。那我一再劝大家啊，我经常劝大家。劝大家干什么？大部分的人，中国人啊，听了很多报纸上讲的，
这个隔壁邻居啊，包括楼下银行这个小妹妹啊，卖理财产品的小妹妹的各种焦虑啊，就各种威胁啊，就是说法，就是啊，通货膨胀啊，所以大中国人都很焦虑啊，就看着别人挣钱焦虑啊，看着通货膨胀焦虑，就生怕手上的这点钱就飞掉了，所以呢，就通常呢，就去做一些动作，让这个钱更快的飞掉。什么？比如说理财产品啊，比如说这个做一些投资啊，炒股票啊，你完全不懂股票市场的人去炒股票啊，比如说这个又买了一套房啊，等等啊，这些行为就基本上就是和自己账上的现金有仇啊。中国人对自己账上的现金都有仇。那我就提醒两点，第一点，今年呢就不要碰理财产品，任何理财产品都不要碰，包括基金，包括理财产品都不要碰啊，风险非常大。啊，如果你买了，然后你遇到了问题啊，你出现了状况，请不要来跟我们讲，我们不想听，因为这种情况太普遍了，所以不需要浪费大家的时间。第一个，我劝大家。不要买理财产品和基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尽量的不要去炒股票啊。为什么？因为股市，中国的股市是个赌场啊。你没有十几二十年的经验，你在里面想活着出来很难啊。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指望，不要去炒股票。房产这块呢，我的建议是这样啊，我不是建议，我提供一个参考，大家要搞清楚。你们那所住在的那个城市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的趋势是这样，不能仅仅考虑通货膨胀，所以再决定你是不是要买房啊，这是房地产市场。然后呢，如果你真的很焦虑，怕通货膨胀影响的话，可以买一点国债，国债是一个安全，第一安全，第二流通性比较高，第三还有利息回报的一个产品。那么国债的这个安全度是比较高，可以考虑国债，虽然回报率没那么高，但是至少不会把你的本金给弄丢，啊，保住本，保住你的本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啊方式啊，在你所有的财富管理当中，最高原则就是保本。当然还有一个保本的方式是什么？换点外汇。然后你怕人民币贬值，你就换点外汇了，好吧？至于说割不割韭菜，我们不管那么多，我不喊口号，我们就讲实际可操作。提问：堂妹在国内读大学，据她说，她周边很一部分同学是隐形人，不参加校内任何社交，上网看哔哩哔哩，吃饭点外卖。归纳出来就是路人甲这类人增加的背景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阶级固化的加重，上升渠道没有，还是大学洗脑式的教育的一个结果？不是，其实不对。第一，阶层没有固化，中国的阶层不存在固化，未来10年也不会固化，这第一个。上升渠道是有的，不会没有，一定有啊。中国的社会阶层固化还谈社会阶层固化还远得很。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另外一种模式，就是很多人不喜欢的模式啊。中国发展到今天，它有很多不同的生存模式，所以你去了解一下啊，不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啊，还有一点，我们马上讲完了啊。观点：中国是中国的洗脑社会，从小开始灌输啊。那么，提问：身处大陆做餐饮酒吧行业，下半年原本投资一家新的餐厅，但看到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疫情又不明朗，共产党很可能倒台，那么我是否应该停止投资，待政局疫情稳明朗后再做决定？如果中共闭关锁国，进入内循环，粮食可能紧缺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投资？如果不投资，那么？曾经的服务行业在闭关锁国下应该何去何从？那是这样的，我们做一个决策啊，
我们要做一个项目啊，做一个餐厅，或者是做一个其他的行业的项目，我们首先要看大背景，这个经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这是一个大背景，然后你要分析什么？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城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再分析你在这个行业是个什么情况？你大概要做这三个部分，这个行业是个情况，然后你要开餐厅的话，你必须到餐厅的那个位置，找到这个餐厅的位置，看这是不是旺区，是不是有足够的人流，你才能决定。所有的一切条件都是完美的，国际形势很好，国内形势也很好，你所处的这个城市情况也非常的好，但是你选了一个错误的位置，我告诉你，你可能餐厅5天就倒闭了。所以呢，我们在分析经济的情况之下，你来问我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开餐厅？我告诉你，我没办法回答你，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个项目，一定要具体到，你比如说你在上海哪一个街，哪一条路上，第几号门，能不能开餐厅？你来问我，我可以回答你。但是如果你不讲到这个位置，我回答你都是骗你的。为什么？开餐厅差2米，可能你的营业额会差30%，位置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做这些判断，必须具体到某一个位置才能做判断，所以我不能够告诉你什么情况。用所谓大形势来分析某个具体的行业、某个具体的项目，那一定是骗你的啊！千万不要相信这种意见，好吗？提问，王老师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为什么海外名媛人士像金庸笔下的各个门派一样，弱小还不忘记相互撕咬？扔砖头、互黑，一盘散沙。怎么说呢？海外名媛呢，老实讲，他们之间有矛盾，这我不奇怪啊，不奇怪。但是不管他们有多么矛盾，互相攻击。我都不参与，我也不评价，但是我是支持他们做同样的事情，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利益啊，所以我不想去，基本上人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啊，就是说，你看两个人打架那么不会是其中有一个占着绝对的理由，另外一个完全是一个混蛋，不是不会的。通常两个人打架呢，都有各自的毛病，都有各自的问题。有些人问题大一点，有另外一个问题小一点，等等，仅此而已。关键是看什么？关键是看你用什么态度来判别你和对方的关系。你说两个人吵起来，两个人打起来，仅仅是一方的原因吗？不会的，一定不是的。就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没有人能够把这些矛盾理得清楚，因为比如说，我攻击他是因为他之前骂过我，那么他会说你，我之前骂你是因为你做了一件事情，你往上追的话可以追好几十年，追不完的，到最后你都两个人都会发现，其实到底什么原因都忘记了，只是我觉得你是我的仇人，那中国人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原因就在这里。对于民运之间的各个山头、各个派系、各个互相的这种攻害，我不参与，我也不评价，我也不会说啊，你们这些人水平太低了啊，怎么，我不会这么讲。为什么？因为他们毕竟是在做一件对中国有好处的事情，所以虽然他们之间有矛盾啊，我也不愿意去就着这个矛盾去批评这个民运人士啊，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是对的，理解吗？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我通常不评判，而且评判没有人评判得了。你说我去站在这边还是站在这边，只是有一点我是不赞成的，就是假冒、假货，
我一看啊，这是个假货，这是个假冒民运，是打入民运人群当中的一个中共的代理人。哎，我看见这个，我一定不客气啊。除了这个以外，我其他的人我一概不说啊。大概是这样，好吧？我这件事情就请大家不用再问我，因为我不想再，我基本上不碰这些问题，因为我不觉得我有能力把这些事情理得清楚。我认为没有人能理得清楚。因为这个人的果就是他的因，这个人的因又是他的果，反正他们互相之间，你追上去就跟两口子吵架差不多，是理不清楚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参与啊，阿雅，谢谢，王老师辛苦了，谢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再见。